好的 ，OK，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？那你就不需要放那个音乐了，因为你今天前两次全都忘记放了音乐，每一次都有忘记，对。OK， 那今天这三首歌呢，你也都知道，每个人一首，所以说呢，我将随机放今天的第一首歌。来，我从你今天穿的衣服特别适合大鱼，所以我给你选择了一首《彩云之南》。